喜恭喜你生日，提起身上是星星而上归你，只求那那那温暖的滋味，一面心怀淡淡别离，你敢在我内心里好在你的那那那都管理，记下这一心情陪我你爱你，记录别记忆那归在你，为心心为掏心是喜又归头啊，爱哟爱哟送走一个人，爱哟爱哟是喜又归头啊，爱哟爱哟送走一个人，是来爱呀爱哟你呀呀到此醉，人气好看看花的你心碎却对你恭喜你心里，提起想想星星就拉长对你，记着那那那那那的滋味，你的心怀难分别离，你的在我内心里好自己的那那那的怀里，只想心里心却对不你爱你，送给大家哎呦哎呦来自张蕙的歌曲。那在场的朋友，那当然呢，今天晚上希望大家看的节目呢都当然是开开心心快快乐乐，那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今天星期天的晚间。当然呢，也要祝福呢所有的朋友们都身体健康，心想事成。那刚刚说要唱关于妈妈的歌，可能就会比较少关于妈妈的歌，但是有一首歌我觉得可以送给在场的妈妈们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因为我们都曾经有十八岁过，然后十八岁的时候是最青春最漂亮的时候，然后很多朋友都在怕偷什么事情来，那个是妈妈好，是我晚上叫孩子睡觉的时候唱给他听，我给他带我给台定求跟我妈捆的样的款。所以呢送给大家一首非常青春的歌好不好，一首十八姑娘一朵花，谢谢。十八的姑娘，你
我是流来流去成安家，不良是那一朵花一朵花。十八姑娘一朵花，哇哦，谢谢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。你喜欢这首歌哈，哇，好陶醉哦，他关着眼睛跳舞嘞。好，三朵花，你想听三朵花？真的哈，哦，难得主持人点歌给我唱，这证明我是不是要丢别丢了？老师，我们可以来准备一下三朵花吗？不好意思，老师，三朵花，观赏。这个明天今天的马票不懂开什么号码，我星期三应该要去买看看。三朵花，刚刚唱了十八姑娘一朵花，然后接下来唱三朵花，好吗？两个书生啊！啊，哈啊，买啦，买条镭啦！安怎呢？你家己咧当买了，食药你家听讲。你问伊，你卖问伊者，你问伊买，卖问伊买票。啊，你问伊徛几号，我问成几号，你叫你买就成。啊，你一
你吃药要吃几摆？吃三摆。吃三摆，一摆吃几粒？一摆吃一粒。一粒，吼，一粒够了。